谁能拿到是关键的一分啊。对，小队教练现在跟他的队员们说，我告诉你们一定要稳住，你们对吧，啊，又来了，这拉子怎么又放出来了？没有去做针对啊，你看他没有班位了呀，那没的，没有班位了，还来塔姆吗？那塔姆这样的，塔姆换，别换，别拿那个 EZ 了，换个什么艾希维鲁斯？维鲁斯好一点啊，艾希维鲁斯你至少能清点线对吧？哎，自己拿也是，这个是很不错的一点，很不错的一点，这个 OK 的。那他这个的话，可能下路可能还是 EZ 啊？是吗？怎么感觉像？我觉得可能是维鲁斯哎。你拿个岩雀，你再拿个 EZ， 维鲁斯寒冰也行吧？维鲁斯寒冰就是，如果我到六级，我可以，对，我要可以什么东西啊？支援啊？什么东西？确定了？这什么东西？这要走忍刺了？这忍刺了？劫劫核心啊？这不是忍刺，兄弟，这就是正常刺客流，只有一个劫，好吧？单忍呀？单忍，单忍。单人走点虚空吧，虚空刺，虚空刺，单人可还行。艾希，你看，现在威武有点想感觉到你可能要抢艾希了，因为，你看，为什么就我觉得他拿到岩雀以后啊，不太可能再去拿 EZ， 因为你太需要 AD 给到你一些帮助了，节奏如果断了的话就抹得了。一边艾希一边维鲁斯，这把下路应该会打挺激烈的，两个 AD 都有开团。对，但是我非常同意你刚才那个观点啊，就是如果威武没有抢艾希的话。2W 应该会抢艾希而不是维鲁斯，对吧？至少那个大招的支援范围会更宽广一点。这把还是得围绕中下打呀，两边你看前三手对吧，都是下路加中单。我们有多久没有解说过有杰的比赛了？哎呦，真的啊，杰现在太少出场了。对，哎，不过你说杰这个英雄啊，他在路人胜率一直很高。是啊，这也是很不解的一件事情，因为路人很容易杀，初期打出优势杀崩了以后啊，那对面就点了嘛。卡尔萨斯啊，这边是搬掉了，因为他中单是一个 AD， 所以要搬一些 AP 的打野。是的，这把酒桶也没有，卡尔萨斯也没有，来个猪妹丽桑。猪妹这两个队也不选，你发现没有？对，很奇怪，两边的打野都太刚猛了。哎，这真搞个猪妹丽桑卓，还寒冰体系嘛？真有可能。对啊，我觉得挺好的。真的，丽桑卓这个英雄没有大家这个版本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弱的。丽桑卓上路混一混，对，对吧？很好用的。赵信，哎，这个可以，这哈柔的一手招牌。哎，你都弄赵信了，这奔赴凶一点，直接杀死呀，对吧？你们都凶成这个样子了，瞎子啊，不一定。看奔赴有没有脾气，主要他这个太 AD 了。他这种前面猪妹啊，猪妹很好的，全是 AD， 猪妹贼好。瑞兹要走上，啊，打野吧，打野这个时候已经补了一手 AP 了，这样的话就可以随便选了。蝎子，王子，王僧，王子还不如瞎子来了。啊，跟你说，这真的是，两边打野有脾气啊。哎，还是皇子吗？没有没有，没确定，没确定。我觉得皇子不如瞎子，是吗？哎，皇子打赵信也占不了便宜。雷克赛，但皇子打团厉害啊！雷克赛，最后两个人，就换了一个剑魔，剑魔起也是打不过赵信的呀。不，发育了，他要发育了，他要保自己后期团战了，不极致，我告诉你兄弟，他们不想把宝压在这个杰身上，这个太有意思了。上路拿个大鳄鱼，鳄鱼打瑞兹，中路岩雀打杰，赵信在野区对抗剑魔。可以，这把 BP 很精彩。RW 由于抢了一手岩雀，是两边在后面就开始不玩那种准备好的东西了，开始你来我往的进行一些班 pick 了。哎，正好我们得重新评估一下双方的上中野了。我倒觉得 RW 上中野好像看起来更强一些啊，因为这个剑魔的原因，我感觉威武的包括瑞兹吧，剑魔加瑞兹的上野我觉得蛮弱的。是的。但是杰这个单点很强，我真感觉这样子选，他不如选个线上猛一点的。岩雀不带光盾吗？虚弱，虚弱。我就说啊，如果岩雀你打杰不带任何偏防御性的技能的话，你是，我觉得80%概率要被单杀的。对，岩雀太脆了。啊，岩雀很怕杰。是的，贼怕。你抬不到杰。如果你能被，如果这个杰能被抬到的话，就是吓人了。对，吓人。职业选手讲道理最次是个上人，好吧？是的。哎，因为我印象中有个你想说啥？可能不到上人。谁？海掌门。
台长们那个节，台长们那个节是暗部。那兄弟节有点逗了。台长们的节是暗部的，好吗？他是搞那种机密行动组，不一样，兄弟。就身法可以，身法可以，身法可以。也是暗部的，也是匍匐前进，也是上人，匍匐前进。刚才所有弹幕上发 RYU 的人给我道歉，好吧。RYU 的节 RYU 的节可以的，兄弟们，不丢人好吗？输给 Faker 有什么丢人的？对的嘛。那海长们这个稍微有点辣。不知道弹幕现在有没有发那个 RYU， 我觉得一定有。好，那这样的话双方选好了阵容。温蒂呢这一把是来到了中路，小东北拿到，你还是看弹幕啊，兄弟，可以。小东北这边是拿到一个瑞兹去打上路，那整个的阵容配比呢还是不错的。跟弹幕互动一下嘛，互动互动。果然有人说 RYU 太坏了，一定有人说 RYU 的，这个我都不用看，我就得。我们都很喜欢岳伦的啊。对的。哎，走，多走了一步呀，华天。华天他这个 Q 怎么多走了一步？被建模 Q 起来有点不太应该。但其实啊，不是被那个拉克斯 Q 到，被拉克斯 Q 到其实还好吧，因为你没视野嘛，里面挺亏的，这波枪闪现了，没死人就不错了。看一下啊，更看好 RW 的阵容一点。我也比较喜欢 RW， RW 上中也比左边厉害太多了，而且我们 KI 上校是根据数据嘛，这节的数据拿过来，比赛里也没啥节的数据嘛。我觉得 V5 的上野选的太软了一点，我觉得是的。不知道最后为啥拿了个剑魔，剑魔这个英雄我现在挺不喜欢的，感觉最近比赛挺难赢的。剑魔拿出来就必须要当大哥，对，得养他，得养他，哎、得把剑魔养起来。哎呦，你看这中路，这一上来被 Q 了两下吗？血量有点低，他刚也没回过家，应该是啊、哦，对，应该是没回过家 ，Q 了一下。从任赵信，强攻鳄鱼，没问题。两边中单带的都是练型，下路这把艾希倒是没有带那个彗星、哦，维鲁斯这把好像要打算对 poke 起来。本来以为这把两边 AD 可能都会带那个彗星，对，但是艾希没带，哎，二级、这波卡的不错，这波压的好难受，卡了个二级，完了，这个。不先打红，塔姆配合一起来，平权、哎、还是惩戒更快一些，奔放。这波如果惩戒没，哎听说就崩了，对啊，这把是明月桑的一个劫，对啊，那还是有点刺客本能的。吸血，肯定，你发现这种 AD 中单啊，应该都是明月桑来玩，对他的这种 AD 刺客玩的还是 OK 的，对。一手牙走一手劫，这是中路直接过来帮忙推卸，要回家了已经。哎，哎，这维鲁斯没吃，他现在不是维鲁斯，刚才在干嘛？你看没有？他在原地，他那波他在跳舞。刚才 Kira 是刚升二级吧？不知道。我但是维鲁斯在里面吃了太多下普攻了吧？这边小东北的站位讲道理演技有点拙劣。这绝太拙劣了，太拙劣了！这个就是告诉你，我河道兄弟来了，你给我顶住，对吧？这基本上不可能杀掉的。这，哎呦，这波比我想象中厉害很多了，已经，居然逼出了一个闪现。这波鳄鱼也是挺危险的、啊，挺危险的，没想到这是挺危险的，我以为就是一个，看一下啊，我看这波是一级没吃，然后。啊！瞬间升啊！死了以后再升的。对，这没办法。张无忌也没交闪，交闪能不能抢救一下？交闪的话肯定不，只要不被拉斯那个 Q 到，肯定能活。主要还是那个问题啊 ，Kira 他把那个第一波把那个治疗给用了。对，这一波没治疗，张无忌在那边有点绝望，好像。本场第一视角张无忌，这个大家可以到时候给我截一下他第一视角刚才那个动图啊，是不是？鼠标出现了失误，因为他多回了一下头。哎，这把剑魔出击倒是挺主动的。而且有个问题，剑魔怎么刷了这么多野？赵信这边是落后两组野怪。赵信刚才那波入侵红有点亏，嗯，对吧？那波入侵红就等于浪费了一分钟，什么都没干，还要来。想趁反蹲应该，想趁没闪现搞一次他，还真有机会，但是。
杰是没控制的，杰只能上去给个 WE 减速。哎呦，哎呀，没有拉到，我的天！但是还是有机会，你看死了，漂亮。但是自己放这里应该是，哎呦，拉克斯，哎呦，又是 Max， 又是 Max， 哇 ，Max 这个拉克斯真到位啊！这一波没拉克斯，赵信肯定过来给你硬换了。他要交闪的，哈肉。没拉克斯这个赵信是拼了命也要把这个剑魔投死的。哇，这一波拉克斯价值千金啊！而且你这边的辅助也来了，那我下路这一波是没什么关系的。剑魔好像在哪儿搞了一下，回了点血回来，帮我推线了。哎，可以，这威武打的奔放，这个剑魔好像有点说法，有点说法。维鲁斯直接来了，没办法了。哎，能不能射一箭？射一箭谁？把大的吐回去，有点赖，有点赖。刚才维鲁斯这一箭如果打断杰的回城就会更赚一点，我觉得，因为中路的兵线啊，不过杰还是赶得及的。这样的话，威武的中叶已经有点小起飞了，小起飞，对吧？拿了个头，而且拿了岩雀的，岩雀这个时候闪现赚好了，威武的中叶没闪，哎，这波打得不错，红路 W， 但是兵太多了。但是里要被反鲁一刀，哎，这个好没拦了，还好没拦了。右截闪现，再加一个再 A 一下，差一下，就是一把 Q， 漂亮！小东北又打出了单杀，小东北今天简直神啊，杀疯了！他这六级拉了一波蓝上来，又是一波单杀。今天小东北，哎，他那个 Q 技能好极限啊，那个距离。哎呦，小东北今天真野，太野性了这个。哎，感觉啊。而且小东北这个上单打的比这个比月嫂要好一点。那本来没蓝了，打一趟往前走，哎，升六级，过来，哎呦，然后这个 Q 距离一发 Q， 哎，这个距离极限，这应该是最远距离了。哎呦，漂亮，好漂亮啊！小东北今天好帅呀，好帅！今天是绝对 carry 点，今天的 star 好吧。这把小东北又起飞了呀，这瑞兹单杀恶遇似这效果太好了。温蒂想，我拿杰出来就是为了要洗刷刚才上单被单杀的罪名的，结果你先来了一个，我就很难受了。下路剑魔就在旁边，哦，走位还可以，躲开了这一发 Q。 哎，这个果实打得有点糙啊，好像没有看河道糙。嗯，照一下也没照到太多的信息。嗯，但是剑魔很舒服，因为选的时候我们不说嘛，说赵信野区打剑魔是很好打的，但是这一把剑魔野区刷的比赵信还今天我感觉哈柔有点低迷，你发现没有？点低迷的。你说这两把，其实 RW 的上中野，特别这把吧，前两把阵容选的一般，这把 RW 的上中野选的这么强势。但是 RW 上中野没做任何事，对，然后还被对方上中野压制，单杀的单杀，二 v 一又死一次。而且你看这一波下路由于被压线，哈肉也不敢来守这条线。对啊，这哈肉这把又迷失了。迷失了，哎，原来还有眼。岩雀其实那个闪现交的也挺伤的，对吧？对，那一级那个闪现，所以这把导致哈肉在野区上路鳄鱼又被单杀。现在有点除了下路以外其他几条线都是接连不断的传来一些恶，这哈鲁心里也苦啊，是吧？野区也没守住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第一条水龙，然后队友也帮不了我，我也帮不了队友，我帮你们吧，你们也是烈士。对，这哈鲁心里苦呀，这我帮你们，你最起码给个控嘛，对不对？你看上路倒是能帮，下路二 v 二被击杀一次，上路一 v 一被击杀一次，中路嘛第一时间交了个闪现。对，中路没被击杀还是因为这个赵信来了一波，但是那一波来好像是谁啊，就是那波呀，对就岩雀那波没闪嘛，被杀了，对，那波也死了一波。就哈皇这把苦啊，就是真的苦啊。而且现在上路打不了，这个鳄鱼拿瑞兹已经没有任何办法了，完全打不了。就瑞兹等会儿回去一个忍者协议出好来，打野也不要来好吧。是的，真要出忍者协的。哎，这个要出忍者鞋真的还得挺让人绝望的。哎，不过还有可能出小明星啊，哎，是吧？但不管是哪个都很磕你们呀。哎，这里是来自塔姆的，应该是过来给点压力的吧？过来做做视野吧。杰，哎，往上走了，这个杰要去干坏事。上三人要来越，哎，对，这边杰没有选择直接往上走。对，光轮圈没什么好机会，还是算了。鳄鱼把兵给清光了。
绕了一大圈回到自己的中路，兵线也没有亏，这波游走的时机选择是到位的。这个杰的首胜要来了，感觉现在这个局面 RW 还是同样的问题，赵信你往后面打你肯定比建模差远了呀。赵信十分钟前做不了事就真的就没了，没了，这英雄真的没了。你要是个奥拉夫你可能还会有点作用，那主要你刷野又少， 对吧，就你刷野也没刷到，然后在人头上面又是建模拿了个头，这前后一计算亏去好几万。那上路又来了，哎，就建模这把我奔赴打的是真的好，好吧，线上一直在给压力，在队友身上本来就已经很舒服的情况之下，哎呦，他吃的是肚子。现在我感觉威武在想，早知道我下路就继续选女警，这女警下路也能打点优势。哎呦，没有打出电刑，卡姆过来强行给点压力，很流畅，好吧？这兄弟杰的操作是很流畅的，我看得出来。哎，你这属于尬水兄弟，清波兵我也挺流畅的，哎、兄弟啊，十一分钟了，这杰一点声音都没有，我们给他铺垫了那么多。气死我了，国服第一节上来一波清兵，哎呦很流畅，哎完了，下路连续中两个 Q,Max 要走了。哎，他对线还哦，不过这边岩雀的出装倒是也挺合适的。哎，我很喜欢中路打这种英雄的时候先出个护臂啊，是呀，很爽，就感觉是大家都喜欢最赚的一件事情啊，人生中最赚的一件事情，完全不用犹豫的，对。好，走位躲开，反身 Q 到塔姆，要射箭了。而且箭魔就在后面，这边塔姆很难受，塔姆有闪现，能交吗？又给一个 W 闪，但是张无忌这里的话有没有危险？还是没太大问题。箭魔也粘住了，很难受。W 技能好了 ，W 等一下、哎、A 不到了，还打不太过。中路想插点塔皮，插住，哎，张无忌，哎呦 Q 塔姆，能不能救一下，救回来？漂亮，漂亮，哎。红城最后被红城烫死了吗？烫死了，红城烫死了吧，因为他没有红 buff 嘛。这波还说他那个 W 的二段伤害给拉死了啊、有可能，我不太确定啊，我不太确定，我刚才没注意到他有没有交成，但我看他吃出去的好像把那个 W 拉走了。哎，看这一波哈瑞交大招有闪现的一个死掉、可以溜了，但上路鳄鱼这里直接开大和瑞兹硬刚一波，瑞兹先开车、这一波有机会，他真打过了，但是瑞兹这边死不掉呀、啊！有闪有闪，鳄鱼这边上不上？中路无一丝血、哎，这边点燃最后一下用秒表规避。是的，很漂亮。但是这个时候威武已经全线开花了呀！全线开花，真的全线开花。你这边上路也没杀掉瑞兹，下路赵信过来白交了个大招。是的。哎，杰一看你什么意？哎呀，花钱，花钱是真调皮啊！就没办法，这波线突然再走吧，杰现在清线已经很快了。哎，这波有个果实很难受、哦呦，而且给到一个 TP， 这两兄弟可能走不出我的野区了。小东北要来杀张无忌，张无忌没闪现必死，那还可以放走了两兄弟，好吧，两兄弟可以平平安安的结伴回家。上路线有人补吗？杰可能要去补了，上路线挺亏的，这波不来的话水龙可以拿，鳄鱼过来打两个渡层吧，杰去补了，杰缓一波，鳄鱼缓一波，这波鳄鱼拿两层渡层，下路的 Vivo 要拆一血塔了，完了，节奏全在威武这里。哎，威武我发现还是那个问题，他们个人能力强一点，你发现强一点，强一点。就不论是这个小东北呀，还有这个明月嗓，面对对方的单行英雄，哎，刚才中路不吃亏，啊，咋了？是给我们回放了一下这一波是怎么把岩雀打成那样一个状态啊？节在塔下玩了一波花里胡哨操作，上路吃了几层啊？吃了三层、啊，三层，三层，舒服，挺美的。而且现在RW 在打这个峡谷先锋，艾希在家，会不会想打呀？这一波，这一波有机会吗？要打的，我感觉。艾希可以支援剑，支援剑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一支穿云箭，千军万马，哎呀，没射到，没相见呀，这个差一点，射到还真死了，我感觉，射到死了。但是峡谷先锋怎么办？没人有这个勇气。剑魔在这里绕，
捡不上，捡不上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不给 V 五已经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了。下路这条线得有人去，还不走，就怕你这会儿来个人。哎呀，好坏呀！害怕你偷摸的过来给我抢了。我等到这个眼碎了以后再说。瑞兹去下路了，瑞兹是忍者族最佳大天使。哎，其实这个眼在这里耗了 V 五几十秒也不错，有价值吗？至少是有价值的。连续第一剑直接做中亚，这把 RW 还是这个问题，他们这个阵容翻盘点在哪呢？至少在我看来是没有翻盘点，没有翻盘点。他这个阵容是要打对线的呀，上中野对线期一定要打起来。他这个上中野岩雀又没盘活，鳄鱼又没盘活，赵信嘛前期又没做到事儿，那等于说这个上中野这么强势一个上中野完全废掉了。然后再像 V5 他这个上野，他是偏刷的，人家 刷起来就猛。对啊，人家刷起来了，你又没做事儿，那这一来一回差的就大了。对。这瑞兹跟那个芥末我又不慌，我就刷。哎，瑞兹的出装是直接先做了大天使、哎、然后忍者鞋。那你鳄鱼真的一辈子别想打过他了，真的一辈子别想打过他了。就是你再怎么着你一趟秒不了他，人家能开车跑，好难受啊。打这把难呀，难了。今天确实感觉哈皇打得不舒服，一个是哈皇的英雄池他被针对了一下，另外的话前两把吧，前两把给这个线上的组合选的也不是特别的适合打野发挥。是的，但这一把的话花皇确实没有什么太好的节奏找到。这把现在木刃也有了、现在岩雀对线期是非常要小心截这个动作的，一套过去啊。不过岩雀这里先出了个中亚，死不掉，反正死不掉。但是你的作用啊也被最大化的一个弱化。对啊，你被拴住了，被拴住了。我截期限也很快，对吧？对啊，我还是用能量的，都不用考虑。我一波 QAE 再来一个 Q 兵又差不多了，你岩雀被拴在中路动不了，那我肯定开心了。对，手里线没打到，但是岩雀现在在中路被岩雀的推线被死死的拴住还真的是少见少见。不过岩雀确实现在推线权没有强以前那么强。哎，看这里赵信直接扫了一下，但自己要被秒了呀。而且这里是张无忌怎么办？被吃了几条闪现，哈姆闪现治疗全部按出来，这里又踢下来一个鳄鱼，劫过来杀一波化田、鳄鱼下来是一个没血的鳄鱼，被瑞兹什么意思？但这边劫是想杀化田，自己被秀了。瑞兹在塔下是强撸了鳄鱼一套，直接把鳄鱼撸成一个残鱼过来的。但是其他两个人怎么办呀？闪现打断，哎呦，过分了呀！黑了，肯定要死了，没闪现，没治疗。反身又 Q 到了岩雀，能换一个吗？换了一个岩雀，开金身躲。但是自己怎么办？塔打两下，张无忌又被 Q 了一下，奔锋 A 死。W、哦、这波配合好帅呀、啊！哎呦，逼出了张无忌的一个闪现。这波威武配合真的帅，真的帅。打左边、哎、右边还控你一下， 哎被塔打了一下，好痛。歪佛自己一剑躲剑，哦呦，要射这边吗？哎，好骚啊，这些人都又来了，怎么办？张无忌，哎呦，张教主死了呀。哈入这里是换掉了一个大人头，也不错吧。乱手，现在在教主上面乱手，教主这把已经一杠四了。这一波打完啊，瑞兹已经无敌了。瑞兹下路吃了两分钟的线，然后刚才还拿到了鳄鱼的助攻。瑞兹好爽，两件套。回家，你看，回家鬼输了。瑞兹这把已经是爸爸了。就刚才 RW 这一波打的啊，就赵信已经开始有点上的有点癫狂了。癫狂。赵信这一波上是讲道理啊，是自杀式袭击，真的。就上的那一刻我有点懵，一个赵信闯到了三个人里面，而且如果啊你现在在一个开阔地形，你 A 一个人用大招扫出去一个，还可以。那个地形你扫完以后发现两个人在锤你，而且队友离了十万八千里啊。RW 这里要强行打一波小龙团。被 Q 没有 Q 到，但正面射了一下，被单杀了。正面怎么说？剑魔这里也 Q 三个。这波瑞兹撸一套，配合剑魔的 AOE 爆发，直接秒掉两个人。中野全部阵亡 ，K 罗也倒地，还有剑魔有复活的。没有，刚才没复活，刚没复活，刚黄了，现在红了。我跟你说，零换五，这一波团就再次印证了我刚才的想法。RW 心态已经彻底崩盘了，真的崩了。就如果大家还会觉得刚才那个赵信是一个机会的话，我也认为他可能是一个机会。但刚才这里的这一波就属于心态失衡了，心态失衡了，这完全打不了，要落后一万经济。对啊，
哎，这是年轻的队伍必须要交的学费啊。况且其实这场比赛选出来的时候我们还在说嘛，我们更看好 RW 的阵容，因为他中上野的对抗性非常的强，非常强，但是完全没有打出来。对，而且这把杰是个幌子，上野才是爸爸。我们看这一波，先是来后一个神剑击杀张无忌，哇，这伤害太高了，张无忌这里一点办法都没有。然后在这边战斗，哎呦，够三个，秒秒拖时间，应该是最后剑魔的大才赚好的。哎，他前面没助攻吗？不是，他前面没大，哦，大招 CD 不在。他最后才开出来，对，最后才开出来的。因为我看他打了一波 A O E， 然后开了个秒表，他这波没大招嘛，最后才开的。反正现在这个局面的话，真的是翻不了的局。跟上把一样，就是属于没得翻，劣势局翻不了。没得翻，艾希就装备啊，兄弟。维鲁斯还是一个 poke 流维鲁斯，哎，走位不错，躲开了岩突。现在你看 V 五每个人操作起来了，所有人开始。秀起来了，我有自信啊！现在，哎，这波艾希也去遭遇，你刚才找我兄弟，这波的话，哎呦，秒射一剑，还真不好说，吸起来了，吸起来了，而且他有护盾，有护盾，哎呦，这里的话没有抬档，化钱这里开启一个金身，等要等死了，哎，这一波岩雀下来的时候，他那个石慢啊，把艾希的位置调了一下，导致岩雀下来的第一波岩那个石穿是没有打到他。这全乱了，全崩了，心态崩了，心态崩了，心态现在有点大崩盘。接下来感觉 Vivo 就要残忍起来了，残忍了，要残忍了，因为他这把拿的大部分都是能秀的英雄。对，现在 Vivo 肯定是想好好秀一波的，尤其是那个谁，尤其是温迪，对吧？前几局没玩爽，这明月桑这把还没发挥呢。这把你等会儿给你们看我的火影节，火影节在旁边寻找的机会，又是 Q 到了塔姆。塔姆这边一技能的减速留了一下，但是反身一个大招定住了这边的明月桑，明月桑好气啊！给个机会秀行不行啊？完了，被射了一箭，好惨呀、啊！明月桑好想过去好好秀一下呀！明月桑是这把唯一一个赢得不开心的人。哎呦，兵线也不给明月桑。哎，这明月桑想了想，哇，差点钱，我把这波兵收了吧。拉克斯一个辅助，拉克斯没有人权、啊、你回头开个大招，哎，这一波 ，Y4， 哎 ，Y4 这波打得真的不错，吸起来，扣技能攒起来，真的打不过。过来治疗一给，哎呦，走位火焰突太漂亮了，哎呦 ，Y4 也秀起来了呀。就这一把，除了明月桑以外，大家都在秀，好吗？明月桑113。是人是鬼都在秀。最气的是啊，这个113全队17个人头，他只有4个参与了，好气，难受，难受。这个也不是说什么，是因为 V 五其他队伍其他位置打得太好了，是都各种单吃对吧？各种对线击杀。明月桑这把，明月桑没办法呀。对，这操作我们还是看在眼里的。对我们面对的。就是什么明月桑面对的是一个直接回家护臂第二次回家抽亚的人，我能有什么办法吗？我也很绝望呀。麦克斯被弹过来，有没有机会再拿个头？哎，拿到了 ，Kira 这边开几个护盾，好，这边捅一下，小队长这边闪现，但是塔姆直接被秒了。明月桑那边进来要救了吗？明月桑刚刚给一个残血，能不能喝口汤呀？哎呦，剑魔不给喝汤呀，这波 KO。剑魔说：“哎呦，往后烧一烧，往后烧一烧。”明月桑呀，好气呀。还是我 FOZ 哥们啊，奔放这一波三杀，就怎么说呢？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抢 MVP 的阶段了。是的，说开车去中路推很稳。就这个整个 BO3 看下来啊 ，V 五表现最好的，东北小东北。哎，其实说实话都很好，你想了一想，这小东北这三场他都压制了对面的对位选手，发现没有？哎，打野位也是啊。打野位也是压制啊！哎，打野其实第一把不是呀，对呀、啊，第一把其实那个谁节奏挺好的、啊，对，第一把节奏不错。但是赢的这两把吧，都是完美压制。奔放这一波看一下操作，被岩突抬回去了。其实也没有太好的操作空间。这一波这个闪现，花这一波砍过来，哎，这个 Q E 后撤步很帅。对，像我嘚哥的后撤步。哎呀，这就舒服。这红了以后啊，随便砍。没有后顾之忧了，这剑魔这什么装备啊？这24分钟3件，
春哥黑七，而且两路被迫，下路随便带带线，正面的团战现在是威武的，就威武现在打团的方法很简单，嗯，就冲上去就行了。兄弟们把技能该放的放了，对对对，就一切就结束了。他装备已经灰飞烟灭，真是碾压，彻底碾压了一个装备。就想捏扁就捏扁，想搓圆就搓圆。下路继续推，延续封路，想阻止一下对面。哎，我还挺稳，全部撤回来了。哎，稳，我还以为他们要全部涌上去。没有，这一波 Y4 和队友有点脱节了嘛，他自己一个人被弄上去就没办法了呀。明月放在旁边，寻找着自己的猎物。看到是个塔姆，吃不下，吃不下。哎呦，没突到。但是艾希伤害也刷得爽，杀了杀了，可以借着这个机会，小东北没有闪现被秒了。这边不打算走，还要继续战斗，因为其他几个 C 状态都很好。对，射一箭射到了，但是哈瑞可能要卖自己保护化铁。剑魔红了，剑魔红起来了，上来砍可以复活，抬了一个白凤，白凤也被抬过来被秒了。这样的话有一点点机会守住月光。这个时候就是你站出来的时候啊。明月桑没有能量，哎呦明月桑，哎呦算了。三路被迫，明月桑不服气，还要再秀一波蓝 buff 有回。对， Q 技能碰到两个人，明月桑来了，过去打出被动，先可以先双响炮，有没有双响炮？可以，开始腹中，明月桑总算秀了一波。这一波过去先是打出自己的被动加点燃烫死鳄鱼，然后大招再给到维鲁斯，明月桑在最后一刻站了出来。干嘛啊，你这个人小心一点。你不是都挺嗨的吗？是挺嗨的呀。这哎呦，明月桑被吃进去了。明月桑放我出来。哦呦，可以，化铁也被秒掉。那这样的话威武这把是挺大优势啊。明月桑在最后一刻只比小东北差一个助攻。可以可以可以了可以了，这把 MVP 我心中已经有人选了。是的，就是我打野的奔凤。哎，奔凤这把打的确实可以，打得好打得好。嗯，当我们还在有些许质疑他拿出打野剑魔的时候，他就用他的实力啊狠狠地打了我们的脸。我觉得 RW